奖典礼，典礼开始，请受人员就位。为表彰本院卸任副院长这项重大成就，二一奖章条例规定，于本院改组前颁赠功绩奖章，以彰显政绩。请颁奖人就位，恭请院长就位。叶副院长于兰，兼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，辅助院长钟礼月路，规划推动消费者保护政策，对本院政府之推动著有功绩。恭请院长颁给部长功绩奖章。您政务委员立功，负责审查重大法案，严厉重要政策，对本院政务之推动著有功绩，请恭喜院长颁给您功绩奖章。法务部陈部长定案，制定及推动司法行政政策，著有功绩。部长，恭请院长颁给部长功绩奖章。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李局长易阳，负责规划及推动人事行政政策，著有功绩。恭喜院长颁给部长功绩奖章。行政院卫生署陈署长建仁，负责规划及推动国家卫生政策，著有功绩。署长请。恭请院长颁给部长功绩奖章。致赠纪念品。国兴乡府院长钟礼月路，对本院之政策推动著有功绩。部长请。恭请院长颁给部长功绩奖章。李晨。谢谢院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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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